我们左边儿，左边儿，第一局，左边走。平手，嗯，平手。我最后一个。他们都多长时间延迟？3分钟啊，32、35。行，我们也来个3分钟延迟吧，兄弟们，来个3分钟吧。人家都3分钟，我们也3分钟吧。嗯。喂喂喂，能听见喂，，Hello，能听到吗？能。哎呀，我刚才换加速器去了，你开的延迟吗？我延迟不开不了了，我一开延迟卡，直播间播不了了。我刚才重启了3、4遍电脑，行。现在是暂时不卡，不好说一会儿卡不卡，有点慌，说实话。开了1分钟，公子哥进来了吗？哦，我进来了，进来了。算了，我还是 OK，开个3分钟公吧。子哥，你游戏麦不是能开吗？刚才，3分钟得了。这个我们游怎么戏说麦呢？可以的呀，游这戏个麦麻进烦游不是戏能很开，细的。对这对个对，就是这里。进游戏以后就能开吧？我进游戏我们也不进能游戏看以的。后把游戏麦开了吧。对，我们进进游游戏以戏后不用游戏看麦交的。流。啊啊，好。喂。哦，进 Faker 游来戏了不能，Faker 看来的。去玩玩这是志勋在说话吗？不是我在说话，是我。那好像公子哥去不了 YY 吧？好像前面说的。对，我的意思是，公子哥去不了 YY，咱们就是比赛中呢，可以用那个微信交流，然后在游戏里面还是用游戏麦。哦，对，游戏里面你也不对。能用游戏麦的这个。是这个吗？做房没事，间那就。的那个游戏是不能用了的，不能用这里，嗯，那就排微位信嘛，匹配那都就可微用，信嘛，但这里不行的。好。那就微哦信嘛。，Steam 里面不能用是吧？那就微信吧。哦哦哦哦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哦，这是自定义的游模式，自定义不让用喂，游戏嘛。能听到吗？听得哎，到，听得定义到。不用了。能听见。听到。喂，今天哎，志有勋，你妖没精有吗？在我们这个聊天框里啊？啥意思啊？就是我们这个，我这怎么显示只有4个人呢？我这有，你能他听到我你的声能音就听可以见了。就行你了能呗，听到我能的声听音，见不就对行吗？了？对对对，你能听到我我的主要声音是就想可以看了。他头像嘛，我想，
给水友们展示一下他的微信头像。老帅了。不用。你们这个头像可以啊，一个拿青蛙，可以吧？一个小。我直播间水友说，咱们这个头像多少都有点像有点大病。我操！我们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。OK。哎，这个你们用的电脑版微信可以联系吗？啊，好高级的操作。可以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兄弟们，对面啊，对面这个打野，韩服、欧服双第一，那都没用啊，张姐。嗯，我们家有杰克，还怕他吗？我们家的 DV 杰克，可以。我只在乎他们家辅助。哎，咱们得换一下位，哎，换一下位置，咱们得换一下位置。杰克，你下来一下。啊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你关站。OK。对。哎。观战人满了，你在一楼是进攻。我下来了。OK。一楼是进攻。啊。谁上去？我先上一下。我在第四。我下来。猴哥下来，猴哥下来就行了。猴哥下来。猴哥下来一下。啊，我下来。好嘞。Okay。 好，我和进攻位置对了。嗯。可以。都对了。OK。杰克，你帮我抓，好吧？我们来个中野联动。行，可以。你中单玩什么英雄啊？害虫吗？我中端肯定害虫了，我天哪，害虫啊！不是，那我直播间水友说你中单玩害虫啊？从前天就开始跟我说。哎，我今天我泰隆赢一把，我就玩害虫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我今天我们要是能赢一把，对，后边就随便玩了。赢一把。咱就害虫，好吧？对，咱赢一把，咱这样的，咱赢一把，比如说第一把赢了，咱后边两把就全随便玩。这样的话，给对面一个，给观众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最后两把不认真玩了，第一把是认真的。给观众一种感觉，我们因为咱赢一把，对面肯定是要找面子的，对面肯定要赢我们的。他们，我分析啊，我分析对面 T 一战队是啥呢？肯定第一把让咱们，然后呢，咱们就是拿自己拿手英雄赢一把。赢完之后，咱们后面就是随便玩那种提莫什么的，然后他们肯定找面子，找回来以后吧，咱还不丢人。可以，我就上厕所。可以。还差一个，谁没来？飞客吗？飞客，差个飞客。你在干嘛，李哥？今天咱们的目标，单杀一波飞客，好吧？解锁这个任务，虽然说我已经解锁了，但是今天我想继续解锁这个任务，单杀飞客。但是我今天水喝的有点多，杨道理。来吧，性感的斗地主，我性感的。飞机不行啊，三带一。黑当 boss 来了。黑当 boss 来了。可以来了。自选模式好像贝克来了。哎呦，贝克来了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嗨他脑门子。
黑的。嗯，黑糖 Bush 四个最强王者，我操！四个王者，我们一个没有，我们没有段位，还有我们公子哥宗师啊、嗯，不是，我们三个人没有白金吧？我白金，对，咱们是灵活，灵活白金。嗯，闪黄不也吗？不钻石吗？钻石呢？闪黄，钻石。进来了，进来了 ，Success， 加油，进来了，加油，加油，来吧，闪黄，你选了呀，公子哥，咱不是，公子哥，咱不是研究着玩 AP 上单吗？不等菜刀对面玩 AP 吗？你们想让我 AP 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对面玩什么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点符文了，在那里，对呀，看不见对面呀，你把弄，不是我，不是兄弟们，我跟公子哥，我跟公子哥就是。九点来钟的时候，我们研究半天，我说志勋中单玩男刀，我玩螳螂，我们双刺客，咱整个那个 AP 完事，公子哥进来，啪，秒选个金刚影。啊，胡哥，我不知道对面玩什么了。我这把整个 UB 我感觉行，你咋感觉呢？你们慢点选好吧，我上个洗手间，好吧？你们最后一秒选。怎么样？我玩 AD。我上个洗手间，好吧？一 D 可以，一 D 可以，感觉。呀，这玩意儿也行，我来个 UB。你一队吧，你一队，我来个牛。我看不见对面玩啥呀？不是你玩我上洗手间，我慢点选。牛我不玩 DJ 了呀。那我玩啥？那我来巨魔。你可以玩牛，你就玩牛吧，我牛加维克托吧。行，那就牛加维克托。兄弟们，我开不了延迟，我开延迟我那个直播间就掉，就是掉帧了，就是卡，特别卡。哇！突然开始冷起来了，这家伙 ，OK， 再来吧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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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咱们这打野要是个蓝枪，感觉还行，这是少点 AD 呀。咱家不少 AD 啊，我这螳螂 AD 伤还拉满呢。不是少点持续伤害 AD， 哎呀亚索呀，哎呀亚索，我带的是魔抗，可以亚索永恩，可以，坏了亚索永恩酒桶打野，坏起来了，这是我妹啊，对面这路，怎么是亚索呀铁子？嗯，这把感觉攀升可以呀，我总攀升好了。哎，对面这个阵容是想把我们拿捏啊，哎、我们。哦，我带着还带着闪现，我操！你们多少延迟啊？我30，我59啊！哎，我这个加速器挺好用的。但是为什么我的 FPS 这么高 ？FPS 高不正常现象吗？不是，韩服优化比咱们国服好，他们这 FPS 就高。为什么我？不是，我有点卡，玩不了，怎么办？啊，那重开吗？不是。有，不是有，入侵了，不是会一集团来吧？这个、等会儿啊，我这调下设置、这个，我这个玩不了，我这 FPS 太高了，你可以降低一下，这咋办呢？咋办？屁多少？等一下，44，我要查尾吗？周伟军还是不用？可以查，可以查，查吧，公子。对面还行，嗯 ，OK。对面这阵容打比赛的，我们加油。是打比赛的阵容吗？我有点卡兄弟们。你确定这阵容能打比赛吗？这？真的。我觉得这个他们有点偏向娱乐呢，这个两风男，双风男。没有，我们九组亚瑟的。不会一起来搞我吧？不能！你放心，我已经给你布好了眼，应该能给点面子。嗯，我已经给你布好了眼。蓝卡。OK。有点小吧。嗯，有点小。不补刀。不补刀。哎呀，好凶啊！嗯，没事，慢了。前面他们双大雅线的，
冰川牛牛，三皇一会儿我可能会有个操作闪现给他顶回来啊。啊，等你操作，猴哥，你这英雄池太广了呀！我看你这每一把玩不同的英雄啊。广点，广点好，让他们无法。我要战地入侵野区了，可以吗，公子哥？中路可以装、啊。可以，我来中，我来中。三级搞一下 Faker。哎，我来了，军哥能留吗？我在。来。他在找角度，咱不站一条线。脚闪现，这玩意儿能晕我。来来，追！来，爆一下！爆点爆炸果实，能留吗？我在这边。我去看野区不？可以啊，看野区。你这怎么回事？你挺狂啊，我发现啊。哎呀，西吧 CK 啊，让飞哥给弄了。飞哥就把他一家闪现，有点帅。他好像是没有双招了，但是这波兵线不亏吧？他没有双招，可以打。我这边玩的有点卡。来，我再下。这边好像提前有警觉了。意识到了。要打吗？可以打，虎哥。能顶吗？这个吧，有顶啊。可以。我又闪。OK， 一血。能杀吗？晕。我溜了。可以打。我避一下。能杀吗？加油！这肯定是能。你们多少的 FPS 啊？可以跑给我烧！你们多少 FPS？ 漂亮！FPS 一波吧。你有200 FPS？ 能推！哎呀，好像推不了啊，这线。一血！推吧，先推吧。你那炮车给我留着就行，你补别的。中路没有双招啊。白没一枪，我知道了啊。他卡我也没办法了，我也让他卡吧，无所谓了。哎，他把我线控了呀！给他卡！给他卡，对，给他卡，无所谓。他把我线控了，兄弟们。这我很难搞啊。我可以帮你一下，帮你缓解一下压力。哎，酒桶来了，我看到了。哎，酒桶，桶子在这儿，我都没伤，我有伤，他没伤吗？我来了，伤吗？可以打。我消耗一下，我有伤，溜了。我先发育一下。那行，没事。打着我。被韩服、欧服双第一的这个酒桶顶一下也挺舒服的，兄弟们。顶一下挺爽的。多给他点点，哇，上中了，我在这边怎么说？觉得 Faker 会上咱们俩的当吗？等一下啊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拉下我吧，拉下！输！这溜！我溜了！得避一下。怎么回事？这鼠标？我靠！出现了点问题，他们很舒服呀。他们延迟应该不高，咱们这延迟有点高。对，他们是本土作战。对，是的。他们不能来国服跟我们打吗？在哪里？啊？为什么金贡可以？他们没有加速器，可能。可能他们不太懂吧。周密死了，应该回家了。我这玩太闹心了，我靠。就是 FPS， 我也回一波吧。他们上的很少。推吧，推吧。中路不见了。你上路有个机会啊。他们好像没有机会。哎，锁这个六级。我想把这个小龙给他找机会弄一下。可以弄啊，我给你。他又卡线，不让太低了。这个小龙一开，被对面一运营就没了呀。哎，金库稍微小心点，酒桶可能在上面去。啊，是吗？好吧，哪个 boss？ 啊，我听到这个。我太难受了呀，兄弟们！我靠！我太鸡巴难受了。下路没眼儿，兄弟。嗯。我这线也不舒服。兄弟们，我不是怂，我是他妈太卡了，不然我能。我溜了。来了呀。嗯。可以控小龙，兄弟们，小龙，对面控制在上。我等你死很久。龙，怎么说？
塞枪，塞枪，刚才塞枪，手控塞枪。你可以尝试一下，我不太好看。哎，他们好像想上呢。我不知道，他不一定去上，我想拿龙，你就拿龙吧，没事，他们不能上，去不了。没有，亚索没来，亚索没来，亚索没来啊，小心。嗯。那我先升个六级吧，这小龙你咋？我感觉大小龙要出事儿。可以，我来。亚索和酒桶可以配合来杀我，我觉得他应该喊酒桶来了。他还没刀肉一下吗？酒桶他拿，你要是过去，他俩也能越。没事没事，在这吃经验吗？好了个 DJ 了。他要 W 过的话，你就 Q 他。酒桶搁这呢。就不得下。哦，我懂了。我懂了。这波对面Faker来野区了，应该哎来野区了，哎周通热血热血热血，好来吧，好消耗，能走吗？中路小心酒桶，在我们杀吗？往南走，我四秒闪现 Q 了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不好了，好，接下来我开始补给了，什么兄弟？这维克托虚区确实没有大不太行啊。Faker没闪，没虚弱，酒桶没大招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接下来看我表演，我现在舒服了。亚索去下了，小心。OK。我往下走了，再下。哎，坏了，这要越你呀、啊！双龙没血，我帮你双龙。没事，这是散王，可以往前上，没事的。猴哥，你来冲，我去上路吃线啊，帮你补波线。我在。我去中保的，啊不是，我去下了。掉了，你闪现呢？闪现怎么的？我先闭麦。有没有技能？哎呀，跑太快了，这个人跑太快了。亚索不见了，那还在吃果子。你要亚线？哎，我。OK。亚索不见了，我先吃火吗？哎。我能看一下。要打了，来了，我来。小心，那个Faker没闪现的。他应该有了啊，他没有，他没闪。不行，后面有个睁眼。拉倒吧。嗯。啊，找机会干他一波。他是没有闪现。我发现这对面是没有那个放水的意思呀！我靠，昨天四包。没有，在扔打的。给我认真的。可以打。可以打。哎，旁边有人。可以尝试一下吗？可以打。哎呦！哇，这就是飞客嘛，飞客。能丢吗？操！扛不了。嗯。前期没搞好前期，他们开我在我往你那儿去了，往你那儿靠了，哇，又一个三包一，对面真的是，哇丢，我在后边，漂亮，可以，维克，散黄能支援不？我再往这靠，再靠。能中吗？好了，没事，单杀奥奶，嗯，也不算单杀吧，有助攻的。我要哭了呀，好难啊！我得来个六级呀、啊，好玩呀，等级有点低、啊。我带的是吗？可以。我现在得发育。给你上个蓝吧，兄弟。哎呀，我把这波先推了，给我拿个蓝。嗯，这波先我要推。等一波，他没等他回了。嗯，我来了。OK， 上路可以抓一下，我觉得我可以先抓。没事，射手扔完了，我上没样，他一上没样，没我。来，我十三秒一技能，你点爆炸果实吗？一起点了，我来了。我他妈没下。来，他应该是有大招的。我四秒一，等我个一。油闪没烟。好，我封锁位。点了，我点了。没事，不用跟他打了。不跟他打了。杀了。可以，我也搞了一下。嗯。没事，我回家神话了。辅助。我就把买。还是买木刃吧。能走啊。买木刃巨蛇破盾，我做巨蛇，勋哥你就不用做巨蛇了，我这打不了，好的，可以全群体破盾的，好的，我出个黑野区人有点多呀，上零二，
兄弟们，这把开局没开好，开局这个设置没搞好，没办法。下路我来了，哎，中路可以守一下吗？中路守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Faker，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漂亮。还能杀吗？能杀吧，能杀吧，能不能打漂亮？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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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我这是二连怎么样？小龙，小龙，我去拿小龙。小龙可以要啊。我去拿先锋吧。咱们拿小龙。但对面上单在我这边啊。他们已经回家了。十级。对你切不了，你切不了。不行不行，我搞不了，他杀我。哎，我来了，闪王，我来闪王。你要干什么？没有二连，没有二连，等一会儿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智勋，给我，快杀！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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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可以，可以。溜了，溜了。我靠，这二连没连起来啊！哎呀，有点尴尬。嗯。我溜了。我得切人头，智勋，我和他发育。没事，没事。这个头是故意让的，好吧？可以，后面先头，真的。没毛病啊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哎，中路守一波呀，中塔守不住了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上路搞一波吧，回家补给一下。干他吧！哎，好像进我野区有人，杰克野区。你觉得好像人有点多呀，好像人有点多。兄弟，哎，感觉不好意思啊，他有中毒。没闪，辅助没闪，我到时候靠。没中过，没中过。我要被秒了，我要被秒了。有点痛啊！引燃，引燃，引燃！哎呦，他这个东西，我必须把巨手送上来。中路守一下，中路守一下。OK， 大巨我。OK， 没事没事没事。撒谎声有点小，先买这个吧。我这一批就一套，他们这 OK 有装备的，说不成三。我正带他，他有虚弱没有啊？他有盾弓吧？应该，我觉得他应该有盾弓，应该是有的，还有的。嗯、那我就不杀他了。他过不了，我会走他。他补刀多，我靠！他们补刀好稳的。两个双吗？他不走的话，他没什么。我在。哎，这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完了，这个辅助太烦了，真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个辅助，我几波连续几波的都让这个辅助给我破灭了。智勋右边酒桶，嘲讽太烦人了。能搞吗？能搞吗？嗯，费点劲呢。把眼排了吧，咱把眼排了。哎呦天，这野区已经烂了，全是眼儿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有点防守眼，这么皮、啊，这么嚣张，这里有眼，这里有眼，没有，现在还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巨蛇，等一手巨蛇吧，我这个等级落后了，我的，先不打架了吗？不急不急，啊、嗯，我这把刷电了，要刷电了，下面炉火。可以杀，这酒桶可以杀，酒桶可以杀，酒桶，后边，搁这儿呢，搁这儿，在里面，我来了，哪里啊？这个人，在这里，丁奇，我去偷先锋吧，我把先锋偷了，我先开油门，哇，这个普通六在这儿，还行。交两遍吧。啊，我这辅助太烦人了。哦，六单车。我靠！差一点，没事。这辅助太烦人了。嗯。问题不大。他们中野没闪，下波中野没闪。那亚索装备有点好，咱们找机会把亚索给他冲击一下。要抓一下他，想抓他吗？你打到一下他也行。
能打吗？能杀得了？他有他没盾弓。算了吧。我感觉我没有钱。这上路谁能来一下呀？公子哥，要不来上来趟上路呀？来了！这是他们技能都在的啊！哇，这人你要干什么呀？这卡莎，这人什么意思啊？刚没打着，杀他！过来！中了！杀他！我这就不交技能了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技能源头给我干啥呀？中路！来！中路，打！可以杀！漂亮 ！OK， 对，就杀他！直接吧，追！我闪现二连！漂亮！哎，峡谷能拿吗？峡谷能拿！拿掉峡谷！可以！我飞过去！亚索在下。亚索在下。我走下了。我也低。峡谷你们拿吧，我去上路守过去。小龙的话应该没了。看看这个先锋放哪里？我带不上。飞线，我直接第三件复活甲吧。咱们也偏向比赛一点。这亚索有点肥，是吧？把这亚索。我锯蛇了。那我第二件出新蛇。这有个酒桶。我可以海克斯闪。等我，我来了。我没压你。先不要打。先别打，守波塔吧。真的，先别打。我差一点点十一级，我到十一级就可以去你们队了。那我这把护盾贼多，全是盾。我回家，回家。这个红能给我吗？我十一级，吃完就升十一。啊，给你。OK。打那个，妈的，还没打就惨了。算了，不能打，走，不能打。你没到呀？不能啊，我这边没到，你很浪呀。这。我靠，兄弟，你没到呀？他们啥味儿？溜喽！这怎么都上高地了呢？这还溜？要脸不？给我杀兄弟们！漂亮！还追呀，兄弟哥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哟！那边全是人，我跟你说，我你西吧呀！我操，这么多人呐、啊！没办法，来去自如了，属于是。不是他们挺认真的，我发现太认真了，打的正儿八经的。我的靠！这才对啊，兄弟！格局低了、这筒子。他家这个辅助选的太好了，这个辅助真的是有点烦。咱们这个刺客阵容被他的辅助完全限制住了，大龙都没了，大龙。再这么搞，我要玩送死流了啊！送死流他妈难的。送死流，我可以牵制个飞客呀，很关键的好吧？我下等马牵制他上等马，你说有没有说法？关键我们全是下等马，咋办呀？对呀、关键咱们全是下等马呀。那没办法。哎，干他！可以干。能吗？真猖狂啊！真狂啊！这么皮啊！你很皮啊，小 ADC。真打你啊！皮。他有荣耀。不好干他。我单插飞克这一把可能单插不了，但是我可以单插 ADC 翻墙。哎我操！哎哎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对吧？单插飞克可能不行，单插你应该没问题。我来了。有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先生。什么都没有。我上不了。发酒桶。漂亮，可以。看吧。
路卡不？他闪了，闪了，闪了，能抓不？撞墙了，可以。你还想跑啊？漂亮，小逼崽子！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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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色的，溜了，加美了，加美了，加美了，给了，加给了，加美了呀！哈哈哈！哈，咱们欢迎了，塔全没了，我靠！塔不重要，基地不爆炸问题就不大。啊，至少咱们这把血性打出来了，对吧？确实有血性啊！咱们第一把先把血性打出来，第二把主要是咱们，第三把主要是咱们还没有真正磨合过，对吧？对，磨什么合呀？咱们。咱们几个大男人磨什么合？我操！哎，这永文能杀不？我来了！我来了！我来了！来吗？杀吧！我再来！哎呦，哎，有劲儿了！我来了！我跟你说，这金身不是我放的，是真的卡。能点他不吗？六个！哦，太鸡巴炸了！真的，我们本来金身是搁这儿放的，然后跳上来了，金身才出来。卖了卖了卖了，嗯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操！我有事我先走了。我觉得我还是要出巨蛇之牙，真的。光你一个人还是得买，他家护盾太多了，全是盾。嗯，他除了酒桶没盾，全是盾。溜喽，还追啊、哎！你是真皮啊，酒桶，你是不死不归城是不是？错了还不行吗？哎呀，来来来，这Faker，我觉得可以尝试的搞一下。嗯，搞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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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 ADC 和啥？哎呀，这是真快呀、啊！这风吹的，先注意一下，感觉没死过啊。嗯，我来了！哎呀，漂亮漂亮漂亮！我来了我来了，小心卡杀！嗯，小心卡杀 W。我必我这把单杀不了飞哥，我必须要单杀这个 ADC。这 ADC 有点皮、哦。我来了，公子哥拖一秒，拖一秒，全死，漂亮！杀酒桶，快点的吧！杀吗？减速了，太讨厌厌了！杀酒桶，杀酒，干他！漂亮！兄弟们，家守不住了，快守一下江！小龙能打吗？能不能点？能不能钻果冻？可以钻果冻吗？他想飞我！小龙集合一下，能打能打！我这波大招还在，我去小龙了。这个卡莎好像在吃 F 六哎，这里的呢？鸡。人有没有？有没有队友？有了，有有有有有队友，有队友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冰一下守一下，靠靠靠靠，拿赏金，拿赏金，拿赏金。哎，小火没枪，靠，输了，咋的？不是单杀 Faker 是吧？我溜了啊！快跑快跑！快快跑快跑快跑！全人，我跟你说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全是人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回家买霍甲。这卡莎怎么回事？霍甲没完了。咱们来一波团战吧，正面五 v 五，跟他们拼了。靠！走一下兵线。哎呀，哎，就一下，五分钟了。这卡莎还一直狙我、哎。我来了！我操，真的皮啊，这卡莎！我们坚持到25分钟了。我没完了，一直狙。我们下一个目标，我们下个目标坚持到30分钟可以吧？有意思。坚持到30分钟，没毛病吗？没毛病。亚索真的皮啊，亚索，真傻你啊！这是 ADC 真的皮啊！哇，漂亮，能开吗？我减速，你减速，一头五六啊！他不要钻果冻，钻果冻，钻果冻，就这么，这两个，就 AD 还要钻，单杀不了Faker，单杀你 ADC 没不住啊！他们开大龙去了呀，兄弟们。我地狼。哎呀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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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草里有桶。哎，可以上可以上。飞哥、哎，没事，我隐身了，我减速到了，减速到了。我来了我来了。我闪现顶，可以。我进我没事，我不讲不讲。我要两军都上了，咱们可以开大龙了。哎，西瓜呀！我顶他回去啊！我顶他回去。哎，可以。
哎，我枪这边，哎，大龙喷野，没事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打一下，不守了，不守了，主打没意义了，枪这个野火，枪这个野火，这永恩，我防了，永恩，我也不，哥说，立大功，保护我，我有惩戒的，枪这个野火，永恩要进来了，三千血。打一下，哎呦，打一下呀，兄弟们！完了，全完了，兄弟们，可以，建议点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完了，不点，不点，没事 ，OK， 没事。现在我们全死了，看小兵拆塔。我守家，看我守家，OK。可以，超级兵都费劲，咱们点了吗？其实咱们这把打得挺好的了，没事，血性打出来了，属于是。没事，我们第一把这么说，我们第一把是先礼后兵，好吧？我们第一把先让一下他们，好吧？第二把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拿出我们真正的王者的操作了。必须的。这把只是跟他们开个玩笑而已。今天晚上就赢一把，好吧？我们就赢一把，可以。OK， 赢一把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OK。来。OK， 看操作。问题不大。我不知道李哥会选亚索，因为我不知道对面会玩什么英雄。如果对面选亚索。